进行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叫尸鬼哈，他在斗尸、安抚尸、寻尸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看，大家左手边的这一位他是尸鬼，对，前面那一位也是。哦，前面那一位也是尸鬼。老师有提到了，我们大龙洞金狮团呢，他们的狮子队不一样，他们是没有耳朵的。为了避免团员争生是非啦，所以就把耳朵给割掉了。然后你可以看他狮头的造型啦，他在额头、双颊、鼻头哈，他总共有安了一个七块的闪闪亮亮那个痣子，七个点。对，这是还有在他红色鼻子的造型，这都是我们大龙金狮团的特色。The biggest difference from the other lion groups is the movement and the lion has. No matter how the lion jump or shake during performance, the lion has always looked up. And by the reason of that, the group members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on the show time. 我也看到他们狮头都一直往上面，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在能表演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没有办法来彼此沟通聊天的。对啊，那我们就代表说他不轻易向人屈服，对，不向人屈服都往上。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样式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它是没有耳朵的部分哦，就是为了说要避免那里面的团员，然后呢要减少八卦。对，这跟他们早期的一个师傅有关系哈，有来自于湖南籍的两位师傅在传授他们的技艺。是，可是，在光复之后，这两位师傅回去了，然后留下来的技艺保留下来。可是当时候团员里面就会去讨论，到底是传统的技法好，还是湖南籍师傅传来的技法比较好。是，所以后来呢，团长就决定不要再讨论了哈，我们就把耳朵割掉，不要听这些，在讨论在团员里面再产生一些是非纠纷。对，所以这是无耳造型的由来，这些是是非非都不要。To preserve the culture of Lionhead and my own made by the group members.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非常特别，他们的狮子是没有耳朵的，就是想要避免说给他们内部成员不要去听信这一些谣言啊、八卦啊等等之类的。那刚刚老师有提到，那原本一开始就他们里面一些就希望老师傅们希望就是这些内部的吵吵闹都不要了。对对，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就只有他们，然后他们狮子是没有耳朵的。非常有意思哦，那可以看到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舞台上呢所表演的是我们大龙洞金狮团，那在我们狮子两侧的呢就是我们的狮鬼以及还有狮婆。And the Golden Lion Group 大龙洞 the Oyster Lion Group in Taiwan has been built around 200 years and is taken as the founder of the North Taiwan Lion Group. Due to this, the Golden Lion Group 大龙洞 is always the combat among the lion groups and works as the head of the parade and every annual temple fair. Wow,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狮子都获得台北市的传统艺术艺师奖啊，这是非常高的肯定。哇，就是有获得我们官方的认证，官方的认同。对对对对，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棒的文化资产，就是要这样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哦。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Lion Array, or we can use it to say Shi Zhen, is included in Taipei traditional art. Dalong Dong, Taipei City Traditional Golden Lion Culture Association, is the legal organization recognize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fter receiving this honor, the leader, Li Shizi, said that they will be more proactive to promote and pass on lion dance and Kung Fu techniques to ensure that the sustainabl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lion array. 大家可以看到狮子很懒，很想睡觉哦，然后师傅一直逗他吵他，他有点生气，想要咬他，就是想睡觉又被人家拦了。你又可以想象家里的小孩啊，你要叫他起床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哦。像狮子看起来就很像小孩子一样。As you can see, the lion just like a kid. Okay. 猛想睡觉这样子，然后要顺着它的毛，你知道吗？对，但是它又是猛兽，所以你跟它模拟那种感觉。要乖乖的哄他睡觉。可以看到他们整个展现出来活灵活现的哦。哎，可以看到，同时呢，我们鼓声也渐渐的缓下来了。可以看到他这些动作啊，真的是跟我平常所看到的动物是，真的是完全就是模拟他们的方式。你看到那个在动，在那个担任狮头角色这一位非常的不容易，对，他完全的去抓准到，对，他每一个动作，但其实每个低头都非常重要。那像这样子的话，通常他们大概要训练多久的时间呢？要看他们团员的资质哦，看起来好像都还蛮年轻的，我真的是有满满的热情。是啊，我觉得我们这些哈、传统的民俗团体啊，都需要有更多的心血来加入、哦。是，对，这很重要。要不算尤其像这种带武术类的哈、哦，要年轻体壮，体力对，刚刚要跳啊，对，要翻滚啊。包括说像我们今天早上有聊到，像这些神将的部分，一个神将可能要30到50公斤。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体力要够，要超很辛苦。对对对对对，可是像刚刚你看这样弄狮，他这样动作又更大。哇，我狮子直接快睡着喽。现场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2020青山王祭，那现在正在我们的红毯展演晚会活动当中呢，现在舞台上所表演的是由我们的大龙洞金狮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哦，将我们这一个呢非常值得保存下的文化呢，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这属于这个最棒的我们的行狮的文化。非常的细致，它那个毛发这样，对，非常多的色彩所组合而成的。这个狮头都是纯手工，纯手工的。哇，其实就一个一个无形化资产来讲哈，这个团体它除了它的演狮的展演技艺之外，它包含的这个道具哦，狮头的制作都是无形文化资产的一部分。是。
做好像似曾相识哦。